钟树根议员，跟住系易志明议员。喂，主席，我连日嚟睇到啲网上好电视嘅镜头咧，有三个我都觉得好震撼。头先同事有啲讲嘅，我都再想讲一讲，有冇理由3个警察俾几百个暴徒围困，成10分钟，真系好似跌落一个老虎口里边。你自己睇翻嗰个片段啦，你哋系咪人嚟噶？有冇恻隐之心噶？吓、啊！警车再犯入去食饭，要俾你搜查，你凭咩权利去搜查啊？边个法例可以俾你搜查人哋个架车睇下个人入嗰盒饭系咪犯啊？吓、啊！有警员病咗要出嚟救伤车嚟入嚟车佢走，你唔俾佢入嚟走，报箱上有个图片，个女警要跪喺你梁国雄议员面前，你有冇搞错啊？你仲系人嚟嘅？呢啲叫做用爱同和平做嘅占中运动啊！你嘅爱去咗边度啊？你嘅和平去咗边度啊？系咪啊？主席，基本上而家嗰呢个运动根本就变咗质，全港市民都唔鍾意你哋咁做。两日啊，就签名对埋身份证都有60几万人啊！你哋几多人啊？你小猫3、2只就阻住咗中信大厦出边。啊！法庭俾咗呢个法令，你都唔去。指鹿为马，一支笔都系武器啦！你唔准带笔啊，笨！有冇脑啊？把遮保仙子就话我哋系攻击性武器，本席系唔好酌情权嘅，听得清楚嘛？我听清楚，你系有酌情权嘅，不过你唔用啫。钟树根议员，我哋而家咧系喺一个。